仔心跳快冷倍，急冻四日救到佢。呢、這个半岁大嘅 B 仔真系好 Q 啊！不过边估到佢上年八月一出世就只得5%嘅存活率啦、啊。天生有膝上心搏过速嘅佢，每分钟心跳就有成300下，比一般 BB 嘅160下快咗近一倍噶。好彩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医院谂到计，用冷冻凝胶毡包住佢，急冻佢四日，令佢嘅体温由37度降到33.3度，拖慢佢嘅新陈代谢，避免佢嘅大脑同埋器官受损。再喺四日入面5次用除颤器电击佢，终于就减到佢嘅心跳速度，之后再逐日提升佢嘅体温啊。不过阿妈见到佢冻到僵咗，觉得佢好似死咗，吓亲啊！好彩 B 仔1个月大嗰阵时就出到院啦。